本特克他妈的，早早就推空门就完了，操他妈的！踩下就行了，还要踩两脚，我操！他对脚法肯定没自信，你信吗？这就是对脚法没自信的选手才会这样，因为还想带近一点嘛，稍微远一点他就怕。哎呀，这要是是吧，布迪尼奥啊什么之类的人。